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慈悲，我想你妈妈生病的时候，你只有一个想法，希望她不要痛啊。那这个叫修行，修行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不要痛苦。有些人只想自己不痛苦，那叫自私啊。那修行是因为你会感受到痛苦，所以你不希望别人痛苦，那这个叫修行。所以修行分作两个部分，第一个就是对内，不要让自己痛苦，因为你感受到痛苦。但是如何不要痛苦呢？并不是说不生病就不要痛苦。修行是虽然你身体在生病，但是你不感觉到痛苦，那才叫修行啊。那很多人就说修行就是永远不要生病，释迦牟尼佛都会生病啊，释迦牟尼佛都会死亡。当然每个人的因果不一样，有些人生下来就生病，有些人一辈子在生病，有些人一辈子都很健康。当然这只是一个因缘果报，我们叫因果，因果你是要接受的。就是说你生下来就长得比较漂亮，你生下来就长得比较丑，这是我们的因果。那从这个因果里面去了解道理，这个叫修行，两个意思吧。所以你为什么会头痛？因为你这个头脑太计较，就是这样而已。甚至你伤害到别人的头，甚至你一直让别人因为你而很头痛，所以你自然就会头痛。所以当你身体有一点病苦的时候，或者运气有一点不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要了解佛法了。就像各位你去生病，你要去找医生，那医生会告诉你你哪里出问题了。那修行呢，那我们了解那叫万法唯心造。释迦牟尼佛最大的重点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世间不是神在主宰，不是佛，不是上帝在主宰，是你的心态引导的行为创造了你的命运，快乐和痛苦创造了轮回，这样。所以每一个佛后面这三尊念一下西方三圣，请问阿弥陀佛站在那边干嘛呢？他就赶快叫我们赶快离开这个世界，赶快去极乐世界。因为这个世界除非你是菩萨，菩萨没关系，菩萨叫你下地狱啊，叫你去做鬼啊，做畜生啊，都无所谓。那修行就是要让你世间法要圆满，出世间法两种你都要会，不然不叫修行。所以你只会赚钱不会生病没有用啊！所以修行要我们懂得面对一切，然后呢懂得怎么去利用一切。修行不是说我很有钱修行的好，那不是修行。修行是懂得使用金钱，对不对？
不要做钱的奴隶，那叫修行。像各位女生有感情，因为你年轻不懂佛法就去谈恋爱啊，你就像拍命啊，你就拍命啊，因为你有感情，爱先生、爱儿女、爱孙子，然后爱得半死这样。但是你会觉得很痛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这么好的爱情感情我会造成痛苦？因为你不懂得修行，修行是让你一个有智慧的感情。不执着的感情，大慈大悲的感情，那你就没有痛苦。如果你不懂这个，你会爱得很痛苦，甚至跑去算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命还歹？我欠阮翁济哦，然后就到处问这个事情。当然，你会遭受一个不好的感情的痛苦，那当然有因果关系啊。那这个因果你已经没办法改变，你要接受了。但是如何从这个因果里面去了解它的因啊，去改变自己的心态，欠人债还要甘心还呢、啊、那你甘心还，本来要还30年，那可能还10年那就 OK 了啊，搞不好今天就开悟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嘛，是不是？心态决定一切，所以佛法所讲的修行，它叫你有一个正确的心态。那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要告诉我们，念一下来，这个世界通通是痛苦，你要想清楚，这个世界哪有快乐？你现在站在外面晒太阳看看啊，这个世界很痛苦的，不是太冷就太热啊，一下要肚子饿。这个世界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不会痛苦，来慈悲的。如果你来这个世界是要来结婚、生小孩、赚钱、买房子，最后殡仪馆，就是痛苦，从生痛苦一直过程到老都痛苦，这个世界就是痛苦。所以我们来这个世界只有一种东西不让你痛苦，念一下，不执着却充满慈悲，那你就不会痛苦。如果你去执着这个会变化、会冷、会热的世界、会变的感情、会生老病死的身体，那你一定很痛苦。你去执着一份心，我爱你，你也要爱我，我对你好，你也要对我好，我希望别人尊重我，那你一定很痛苦。因为你不可能叫整个世界来满足你的心呢、啊。所以这个世界是要让你看清楚。看清楚，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念一下变化无常，无法主宰，苦空无常，无我。这个世界就是告诉你，这个万法皆空，虚幻的、假的。那这一点各位要了解。所以阿弥陀佛要我们有一个心态，念一下厌离心，就是要放下，放下。你不放下又能怎么样啊？放下不是放弃，我尽量爱他，但是我不执着他，我尽量去工作，你不加薪水随缘啊，我尽量吃饭睡觉，那你要生病，那这是我的因果啊。最主要是我的心态能够超越这个身体，这个佛教叫空性，空不是没有啊，空就是说，你不把这个我，比如说各位，你把你的这个我这个心态进入这个花里面，你就会很痛苦啊。这个花，但太阳太大，那水它就会凋掉了，你会很痛苦的。这个花本来就是看它的因缘在生在灭的，你不可能去改变它，它有它的因缘，什么时候开花，什么时候灭掉，它有它的因缘呢，不一样的温度、时间不一样。但是如果你这个心态一直抓住它，不准变，就像你跟你老公说你不准变，不可能。就像你跟你老婆说永远都卖老卖谁谁的，不可能。那这个心管叫空，空就是不要有一个主宰的观念，诸法无我，我就是永恒不变，我要主宰，那你就会很痛苦。所以当然解脱不用等未来，
如果各位随时能够保持一个看清楚真相的心态，而了解它的变化无常，接受它，你就平静了。叫念一下因无所住，那些读《金刚经》啊，读《般若心经》啊，他就要一直跟你讲空啊，空啊，不执着啊，一切都是虚幻的。念一下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幻，啊，是假的，不要执着它。但是各位，如果今天你来参加法会是为了我要健康，我儿子生病，我老公怎么样，你拜了老半天，哪一天你会骂佛教弄不好，我才会搞他这钱啊，那这样可能你不了解佛教了啊。如果说这个世间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改变，那我们就不用出家了啊。出家干嘛？放下。我没办法跟我太太沟通，放下啊，回向给她啊。就像我结婚了，我生一个小孩，他在6岁半的时候我出家，我的意见跟我太太意见都不一样，我主张爱的教育，我太太主张骂的教育，那查一下贼啊。所以那你就会觉得哇，那两个意见怎么办啊？用钱有两个意见，买房子两个意见。后来我就讲说算了，听他的好了，这样家庭就好了。但是虽然我都听我太太的，但是我心里觉得很压抑啊，啊，我为什么都要听他的？但是不听他的就是吵架 啊，好吧，那就忍吧。但是忍久以后也受不了，所以晚上跑去喝喝酒解闷，找一个不会跟我吵架的女人聊天啊，这就是男人了，不能干嘛啊？因为我在家里就是这样啊，哎呦，很憋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想要吵架，这是我的原则啊。我也不想骂小孩子，那因为我认为家就是不要有这种暴力啊、吵架、啊、不高兴啊，那我就会压抑啊。但是这也不是很解脱啊。到后来我了解佛法了。什么叫出家？出离爱情、感情、金钱、地位的占有，不要想要去改变它，放下，那你就自由了。但是我的太太不会放下，那好吧，那你就抓着吧。啊，所以我出家，她当然很痛苦啊。你不要离开我，哎，问题就来了。啊，连我要放下都不行啊，啊。所以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定要离开，如果你的内心里面能够完全的证的所谓空性，打你骂你你都不会怎么样，那你出不出家对你不重要了，因为没意义了嘛。啊，出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啊，然后我们先放下。但是出家究竟的意义也并不是说我讨厌我太太，我是跟我太太说，当然我在家里你们对我那么好啊，不愁穿不愁吃，只要我在你们身边你们就快乐。但是呢，这个世间还有很多很苦的人呢，就像各位，你们来干嘛？很苦啊。所以呢，我要把我知道的佛法以及我净化自己的方法，以佛陀的方法去告诉别人，让别人也能够出离痛苦啊，进一步呢也能够帮助别人出离痛苦。但是所有的痛苦来自一个字，念一下，一起念，我。以后不要再讲我这个字了，温安温健，我的事业，我的爱情，我的生命，所有的痛苦就是来自于这个我。因为我们都有一个错觉，认为这个自我是永恒存在的啊，所以我要保护这个我跟我所爱的，我的国家，我的宗教，我的思想，我的面子。所以你长得比较丑你就觉得很自卑，这个我被伤害了。你长得比较漂亮比较帅很有钱你就很骄傲，哎，我这个我要凸显我这个我有钱啊。
比喻来讲好了，一个女孩子穿着高跟鞋看起来很好看，事实上是很痛苦的。男生你穿穿看，要命哦，啊，真的要命啊，啊，但是又没办法了，这样看起来身材好一点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痛苦。但是各位，如果你要解脱，刚刚讲了两个方法，把这个我消除掉，认识它。什么叫修行？当我在贪心的时候，我知道；当我在生气的时候，我知道。然后这个贪心生气会伤害别人，啊，而且这个贪心生气是不好的，是起心动念的。而且这个贪心生气不是真正的我，是因为我被环境影响了，起心动念了。真正的快乐，念一下。涅槃寂静，什么叫涅槃寂静？就是不起贪嗔痴了，完全接受了。大乘佛教叫什么？念一下，安住空性。空不是没有啊，镜子，各位看镜子，镜子里面有所有你看到的东西，但里面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，镜子没有分别。啊，照到鬼，照到佛，照到漂亮，照到丑了，镜子都会照到。但是镜子为什么这么样干净清楚呢？因为它没有分别去了解它，而且它知道它只是一个影像，假的、虚幻的存在。就像各位现在我们坐在这边要坐两三个钟头啊，但是你知道它只是一个暂时的，对不对？暂时的。所以你不会执着这个地方，你的目的来这边就是要来听佛法、点灯、消灾、拔度，这是我们的目的，不是要来占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地方是我的，占了这个椅子，没有这个想法，目的你很清楚，所以你就知道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组合。所以，那目的我们是要找到佛法的精髓，我们能够有一个解脱的心态。智慧的心态，那各位，如果你要快乐，从今天开始要开始这么做，念一下自净其意。对，不要让自己起心动念。当你讲话是生气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讲，因为你会伤害你自己，也会伤害别人。一个女孩子会得乳癌，她就是气，然后呢压抑，所以对她先生不满，对谁不满？再加上他过去一个业，所以他乳癌就来了。男生就会得肺病、肺癌，因为压抑。如果你腰很不好，经常在腰痛，因为你压力太大。我要成功，我要赚钱，我要盖庙，但是超过你的范围了，超过你的范围，那你变成有压力。所以再加上你过去斩树啊，或者过去喜欢吃鳗鱼啊，斩掉别人的腰啊，然后现在你起心动念，然后你的腰就开始痛了。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，因为你起心动念，那这个身体就给你讯号了。你现在赚钱，事业不好，事业不好，一直想要赚钱，一直想要赚钱，那因为你贪心。赚钱要布施的，所以你现在要赚钱，每天这边万坦不好了，一直在那边想脑筋怎么有钱，那你要去创造因。因为我的心比较贪，比较自我，所以我应该去老人院、去孤儿院去帮助他们啊。现在天气很热，走到哪里不是甘露水啊，我觉得马来西亚乌鸦很多哎，鸟很多哎，所以各位可以买一些吐司面包啊。早上我们从新山来，昨天买了好几条，乌鸦一下就吃完了，对不对？其他的鸟也来吃，你就开始去做一些帮助别人、帮助众生的事情，然后付出一点点，你会发觉，现在赚钱了。因为你没有福报，怎么赚钱呢？你还不如把自私的脑筋变成一种布施的脑筋，我如何去帮别人？那你就知道哦，佛陀讲了，心创造一切。所以，但是问题又讲回来，有钱要干嘛？
有钱不过是生活方便啊，感受比较有钱而已。有钱要干嘛？有钱也不能不要生病，不要老病死。但是很多人就一直想着我要钱，我要钱，但是他没有想你要有钱要干嘛。现在很多人结婚，我要生小孩，为什么要生小孩？面子问题，大家都生小孩。我要有个家，家要有小孩。阿公阿嬷说我要有小孩，为什么要小孩？不知道。生一个死一个呢？生一个苦一个呢？这个世界不是好玩的呢。哪有人关在监狱里面生小孩？大家都想要出狱耶。所以如果你懂佛法，你就想说生小孩要干嘛？除非他要来出家，他要来解脱痛苦了。你把他生下来，你要养他，他也很痛苦，要读书，不然没钱赚，要找工作，要买房子，你生小孩要干嘛？所以你去思考这个问题。但是现在人已经不思考了，生小孩我就爱他，我能够爱，我每天抱着他，然后以后我要为他烦恼一辈子，我好爽啊，烦恼个戏。就像有些人说师父我不要养狗啊，我说你不要，为什么不要养狗？狗比我短命啊，他死了我伤心啊。啊，我说你这个聪明，那你不要养狗，你为什么要生小孩？他可能比我长寿啊，我说不一定啊。就算比你长寿，那你不是虐待人吗？你把那戏，你把那戏养的呀。所以有时候各位要佛教告诉我们要有智慧，不然你就是愚痴，念一下白生白死，白听啊，白痛一场，白忙一场。所以佛教要我们有一个有意义的生命，这个有意义的生命不要再买房子了，不要再买土地了，不要再搞大事业了。有意义吗？名字呢？我是麻坡首富啊，我的庙很大，我的家很大，我的车子很多。好了，给你八只脚好了，人家两只嘛，你八只脚嘛。啊，但是人就是希望赢过别人，那这个就是一种不好的心态，这个叫傲慢，这个叫嫉妒、计较啊、比赛，那这个会让你生命非常痛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示现给我们看，他出家了，人家多羡慕他，对不对？长得帅，将来做皇帝，国王对他这么好，太太这么好，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，他为什么要出家？那各位要去思维，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佛教徒，那是我们累世的福报。那成为佛教徒目的要干嘛？那就是要按照佛陀的心态方法来过生活，那才会快乐。那我为什么要接近出家人？因为这个出家人在修行，那我想要从这个出家人修行上离开，得到那种离苦得乐的方法，而不是每个出家人都是修行人。很多人还是会出家了啊，出家没钱正好出家，也有人这种心态啊，甚至他用一个不健康的心态来出家也有很多的。所以带念珠的人不见得每个都在修行，师父也会骂人，师父也会生气。哎，奇怪，师父你为什么会生气？师父你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了吗？啊，那代表因为师父没修行嘛。有修行是自在的，所以每个人愿意出家我们都随喜，但是有修行的人就不多了。但是在家虽然没出家，有修行的人也很多，因为他了解佛法。所以我想各位要，既然大家有机会愿意来研究佛法，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意义，佛法对自己的意义在哪里？随时保持平静。今天事情发生了，身体生病了，儿子去急诊处了，
你还是保持平静的去帮助他。佛法是要让你不要起妄念、不好的念头、烦恼的。而且我们也知道，烦恼让我们痛苦，这个世间会有生死轮回的痛苦，是由烦恼来的。等一下，因为烦恼，所以造业，因为造业，所以轮回痛苦。所有的痛苦来自于烦恼，烦恼的根源就是我执无明。你觉得有一个我这个东西存在，然后不了解因缘果报的关系，不了解爱情的真相，为什么要去追求爱情，为什么要去追求成功，不了解生死轮回的道理，啊，这些都会让你非常痛苦的。所以各位，佛教的信仰必须要有智慧，你要去想为什么我要学佛。甚至有些人找我，师父我要出家，我都问他，你为什么要出家，你为什么要出家啊？出家目的要做什么？如果你不了解，你出家烦烦恼恼，爱东爱西，爱钱爱人，这哇，这下多屌了啊！然后你就会利用佛教，然后就麻烦了。所以我想各位，佛教要你认识自己，所以自己本来是清清静静的，但是当你有欲望想要干嘛，痛苦就来了。我们的本性跟佛的本性都一样，都有空性啊，都有佛性，但是因为你有分别心起心动念了。当然我们现在讲佛性还搞不清楚什么叫佛性，但是离开贪嗔痴傲慢嫉妒这个我的各种观念，那你就看到佛性了。佛性本来就在那边，就像你把这个水加了油加了盐，然后呢它就混浊了，你只要把这个盐啊油啊糖啊拿起来，水就干净了，那就是清净快乐。所以那如果你不清净快乐，那你就会贪嗔痴计较嫉妒生气，那你就造业了，造业以后你身体就不舒服了，事情就不顺了，开始感觉到痛苦了。所以人跟人之间相处，你可能会怪对方，那事实上你要怪自己。佛教叫业感，因为你的心态行为就会招感什么人生什么小孩啊。那各位会生在麻坡，各位会生在澳洲，各位会生在非洲，那都是有他的业感召的，而不是你自愿的。但是你要接受这个因果，黑人白人都有佛性，有钱人没钱人都有佛性，佛性跟你外表跟你财富没有关系，跟你是动物是神没有关系。你成为神那是一种善业，你成为鬼那是一种贪心的恶业，这样而已。所以佛教要我们多念心经，心经讲的是空，然后你去了解眼耳鼻舌身意，那这些只是一个暂时存在的，那再加上他的分别意识，所以我要去看漂亮的，那这些都不是本来的，这个是你的起心动念所造成的，而不是你本来的。什么叫眼睛快乐？就是眼睛不会贪，眼睛不会痛，那就快乐了。现在小朋友不快乐，现在小朋友，爸爸，手机在哪里？你不知道我要藏起来了。啊，他要玩电动玩具。今天你女儿去买一件漂亮的衣服，你把它藏起来，哦，她会翻脸。哦，我明天要约会了，我那件衣服呢？所以，因为她已经开始迷失了，她认为这个漂亮，然后跟我喜欢的男人在一起，我才会快乐。那不是快乐，那叫吸毒，对不对？就像男人在抽烟喝酒，你会觉得那个是快乐，那是你在吸毒。你在满足你的欲望。所以我想做董事长、做会长、做美女、做有钱人，
那个都是无名，那不是快乐。为了做这个会长，变个咩戏，变个优等级这样，啊，因为你去攀援了。他站在一个不一样的方向，他就要有不一样的语言，这样而已。他不是真理了。所以我们出家人叫方外，方外人士是超越对立啊、哦，超越对立你就没有痛苦，不然的话，你希望这边赢，你希望这边输。你永远在痛苦里面。现代人就是很关心社会，每天在看报纸，看报纸。你希望你支持的这一边赢，你希望你喜欢的人赢。甚至我们现在开始有国家观念、民主观念、宗教观念，啊，认为我的宗教好，我的国家好，别人的好，我的不好，有这个分别，你就很痛苦。所以我刚刚讲镜子。你的心本来像镜子一样，你可以反射一切，知道一切，却不分别一切，那叫平静，那佛教叫空性。空性就是万法对你来讲虽然变化无穷，但是是平等的去对待它，看它，而且知道它只是一个现象。镜子里面的东西，你要去拿它，它就破掉了。镜子里面只是一个幻象，我们都很清楚，很清楚，这个叫智慧，这就是我们要修行的。清清楚楚了解一切，怎么把事情做好，却不分别一切，那就是我们要修的叫禅。那各位要练习，那这个练习就要靠境界。今天有人骂你了，那你要修行了。今天你要起心动念了，就像我有时候问我们年轻的法师，哎，法师看到美女会不会看？会啊，不要看第二眼。对啊，这样就好了。美女能够让你解脱吗？不行，那是欲望。钱会让你解脱吗？没有，那是一种欲望。赶快把这个钱拿去替他放生，没事了。啊，不要占有这个钱。但是如果你跟着感觉走，那就是跟着无明走。如果你跟着智慧走，不应该，对不对？不应该。现在你给我很多钱，但是那些老人院没钱哎，那些孤儿院没钱了，非洲没钱了。你虽然给我很多钱，我是出家人，我要把这个钱转过去，因为钱要用在哪里比较重要。我不能说，哎，你红包包给我大包一点，我就对你讲话塞难一点，客气一点，那我不是在卖东西吗？卖佛法啊。所以我想各位，快乐是你自己，快乐在你心里面，快乐不要往外求，快乐不需要别人给你，这一点你要告诉你自己。如果你会烦恼，那是因为你往外求，你希望老公对你好，你希望太太讲话跟你客气，你希望儿子听你的，那你就不会快乐。儿子不是听我们的，儿子是能够修行佛法，他就快乐。那如何让儿子修行佛法？那我好好的修学佛法，断恶修善，谦虚不生气，我儿子就会被我影响。这个佛教叫感化，感化对方，而不是教训对方。啊，如果你认为你是爸爸妈妈，你可以跟你儿子讲话很不客气。那你教育方法错了，你这个儿子将来对你的孙子讲话会更凶。如果他有钱了以后，完蛋了，他的职员会被他骂到天亮。那这个爱骂人的人以后声音就很难听，可能会高血压，因为你养成你儿子这种个性，所以他生下来有他前世的个性，也有他现世的环境。那前世的个性我们要代替他忏悔业障，对不对？多点灯啊，现世的因缘，那你要感化他，用环境影响他。你笑对方就笑，你骂对方就难过，你可以主宰他。所以我想心很重要。如果你这个人很善良，每个人看到你就被你影响，很喜欢你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很善良。你这个人讲话不但心善良，讲话很客气，哎呀，别人就喜欢跟你讲话。
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佛教除了自己的净化，还要变成什么？那叫影响别人，改造环境。所以这是佛法很重要。所以我们今天大家一起为什么来这边？为什么来这边？我们大家要来对整个世界慈悲啊，希望不要有车祸，希望老人都健康，希望大家都发财，希望风调雨顺，希望六道众生都能够离苦，所以大家一起来慈悲。但是你为了要帮助众生，你一定要净化自己。如果你自己心里乱，你怎么去对外面的人或事慈悲呢？不可能。所以现在格西他们在修法。什么叫修法？什么都不能想。按照经文，现在修八大祈愿，他们要显现成佛菩萨的形象、心态、语言，一直念一直念，这样而已啊。他没有别的想法，而且每一个都要念。就像各位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那你要想你变成阿弥陀佛，现在这边是极乐世界，你是阿弥陀佛的心，希望大家脱离轮回，往生净土，将来成佛，利益众生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那就是念佛。也因为这样产生了力量，让你消业障，让你断烦恼，让往生者去极乐世界，让活的人增加福报。因为那时候你没有杂念，了解吗？你没有杂念，但是话讲回来，如果你有杂念，哦，哇，这些赚大条的啊，还开刀啊，哦，这些赚多啊，欢喜啊，你是为了钱在看，你为了自私的动机，我那一部奔驰贷款还没还完，这样啊，我现在多看几个重病了啊，这些后啊，啊对了，那你被你看病人还真倒霉啊，有加持力，而且呢你的动机，所以你就变成有压力，所以我付出是有代价的，那这样你做医生也不快乐啊。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有求皆苦，自私的动机都是痛苦的，唯有慈悲才快乐。所以念佛意思是说，我现在变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我们大家叫念佛人，想要帮助别人，所以叫菩萨。那我们时时刻刻要保持念佛的心态，我是念观音菩萨的，所以我要慈悲又有智慧，按照心经的空性，按照普门品的慈悲去帮助别人，因为我是拜观音菩萨的啊。如果我不离开观音菩萨的身口意，我自己就很清净，然后而且我就有观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去无分别的去救苦救难，那我的生命很有意义。所以虽然外表很痛苦，你现在要去扫地，要去蒙阿波，要去照顾病人，但是那就是观音菩萨在做的啊。但是我内心很平静，为什么？无所求，无所求的去照顾对方。就像各位，你爱你的妈妈，你妈妈生病了，你可能会赶快请假照顾妈妈，但是你还是会痛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有感情，妈妈对你那么好，她现在生病你心里会痛，这样你也会效率就会减低。你照顾妈妈要达到最圆满的效率，你要用观音菩萨的心，而不是用女儿的心。虽然我是妈妈的女儿，我要报恩，但是我在照顾她的时候，我要用药师佛的心来照顾她，不能用女儿的心来照顾她，不然你会很烦，你会很怕，所以你会太过脆弱，你不知道怎么办。简单的比喻啦，就像今天有一个小孩子突然被车撞了，他妈啊哭啊，他怕他死，你看他完全帮不了他，他只是啊这样，因为他乱掉了，他感情上控制不了，他帮他的能力都没有。反正护士很安定，没戏啦，对不对？因为护士很安定，赶快帮他止血，赶快帮他打针，因为护士很安定。所以修行要怎么样？
又有护士的专业，对不对？又有妈妈的爱，但是又有护士的平静心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因为护士没有妈妈的爱，但是有妈妈的爱加上护士的平静心跟专业能力，那就可以医他了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要帮助对方，你也要保持清静。所以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来办法会，为全天下众生，为整个地球世界求佛加持，大做功德。因为供养三宝福报功德很大，把这个福报给世界给众生啊。然后自己呢，我为什么要供养？你讲，把自己供养给佛陀，把自己奉献给众生，要学这个啊。为什么要跪下来点香啊，拜拜啊，供水果啊？意思是说，我要把我最好的都供养给佛陀，没有我，因为有这个我就不能成佛。简单的说，我们也要学习佛陀这种帮助众生的能力。我今天之所以皈依佛、供养佛、礼拜佛，希望将来自己也成佛，成为一个有圆满帮助众生能力的人。所以那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要回向给众生，你唯有回向给世界众生，不为自己啊，你才有得到成佛的功德，那个功德圆满，你才会成佛。如果各位供养是为了自己漂亮，为了自己发财，是也有福报了，那这个福报就像升天一样，享受完就没有了。但是如果你所做的一切供养是为了所有众生，也为了他们都能够成佛，那你这个功德永远在，你最后才可以成佛。大家现在升起了念一下对三宝虔诚的心、感恩的心啊，所以我们要祈求佛菩萨的加持降临，我们要做最大的福报，对所有众生的悲心，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、世界所有的人类、所有的动物、所有的轮回众生，我们为他们在做供养。还有一个，你讲为自己对不起的众生，还叫冤亲债主啊！你过去有杀生啊、堕胎啊，前世搞不好杀人啊，你现在身上有病苦啊，那这些冤亲债主，我们以惭愧心为他们做供养，希望他们能够离苦。所以我们要对整个世界所有众生升起大悲心。那为什么要供养？你讲愿圆满佛性，圆满智慧，无所求的，只是求自己成佛，有智慧去帮助所有众生，不要求健康、财富、漂亮啊、婚姻好，不要有自私的心态，纯粹就是为了一个清净圆满，然后呢来祈求佛菩萨的加持，来帮助众生。一个人如果让他做皇帝，哇，他心里就觉得好有力量。事实上各位，当你拿一支香为所有众生在供佛的时候，那个心态超过皇帝百千万亿倍的力量。只是现代的人，他就说我做皇帝，哇，这全世界只有我一个做皇帝，他们都做我的老百姓，我很大，那是一种骄傲的心态，所以他觉得很高兴，这是很可怕的。但是佛教就不一样，各位刚刚在供养，如果你按照我说的，我是为了六道在众生的供养，那你就是那种转轮圣王的心态，了解吗？这个叫广大心。所以一个人之所以觉得他很伟大，哦，我是一个全世界最出名的歌星，我是全世界最出名的皇帝，我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，当大家都在看我的时候，哇，你就觉得很舒服啊。但是那一种烦恼啊，但是佛教叫你不但没烦恼，而且还有意义。你想，我为众生
做大供养，我为众生念阿弥陀佛，我为众生吃素，快不快乐？所以那个时候给你做皇帝，哎，那个皇帝算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用为众生，在利益众生，那你默默的心里面非常的舒坦，不要让人家知道啊，啊，让人家知道别人会怕你啊，你怎么这么伟大 啊怎么会超过皇帝呢？但是你也跟他说，你也可以，你也拿一支香这样想你就可以了。所以你各位就知道了，一个修行人的心态，你叫他去做皇帝，不要。如果你叫我做马来西亚皇帝，我只有一个规定，你们都吃素，不然我不做，这样而已啊。啊，你们都要孝顺父母啊，不能搞外遇啊，不然我不做。你要我做这么痛苦的事情，那总要有一个目的吧。所以我想各位学佛是一个当下，当下。如果现在你正要选会长，突然现在告诉你这种心态，你不用选了，让给别人做啊！我天天做会长啊，就像我那时候我要出家，我爸爸说，我培养从小把你培养这么大，就是要让你去干总统，你怎么跑去出家？我老爸从小就要把我培养成皇帝总统，真的很严，我在家里很痛苦的。所以我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，我脑筋很利，我做事很认真，因为我从小被训练的啊，我老爸时时刻刻让我看这所有皇帝、所有总统、所有出名人他们在干嘛，这样啊，要求我到100分，我是这样被训练的。那后来我学佛了，我跟我爸爸说，我到现在还在选总统，他说你哪里在选，统自己啦。人家总统还下台，你看我下不了台啦，我不会被罢免啦，而且信徒越来越多啦，电视天天我在讲，爸爸你有没有看到啊，总统都没讲那么久如果一般爱民的人24小时都在讲麦克风，这么多人在听，那不是臭屁的要命吗？我说爸爸，这种总统你都不知道，他说你这个总统又没钱但是我跟我爸爸说，你去外面走走看，海涛法师的爸爸你很有风的嘞你来参加法会看看，你来参加法会，哇，海涛法师爸爸大家都师公师公，我妈妈叫苏骂苏骂，变了变了，世界变了。我跟我爸爸说，你现在是皇帝的爸爸呢，并不是我大我小，而是说各位，今天你是佛教徒，你儿子去出家了，你快不快乐？哎呀，这个心情很棒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儿子那随佛出家，哎呀，我参加法会都有面子啊，对不对？都快乐啊。所以我要告诉各位这个心态，你每天都要做皇帝，好不好啊？你要供养佛，这样啊。所以你为众生在供养，你为众生在拜佛，你愿意承担，什么叫总统？老百姓这个国家是我个人的责任，所以叫总统。只是一般人偏权力而不偏责任，他是利用这个地位来享受自己的权力，甚至有人贪污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菩萨不一样，所有世界众生都是我活的这责任，我要让他们快乐，我要让他们离苦，这个有没有比皇帝伟大？就是这种心态，你来供佛，你来诵地藏经啊，所以诵地藏经的时候，你就变成地藏王菩萨，你要有这个心态，你以地藏菩萨的心态行为来诵地藏经，你准备去做地藏王菩萨永恒的行为，叫地藏本愿，你准备用阿弥陀佛的48大愿成为你的生命，这个叫同行同愿念阿弥陀佛，这样搞清楚没有？太伟大了。所以不要来这问我赚钱了、不赚钱了、老婆跑掉了，随缘啊！念佛重要啊，诵经重要啊，放生重要啊，烟供重要啊，布施水重要啊，因为我们为众生在做。如果你是这种心态，不要求人家，人家
也不要得到别人什么异样的眼光，你要看的不需要，因为我已经超越有跟没有，默默的行善，默默的去利益众生。老实说，马来西亚如果有这样子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在任何地方供佛诵经，马来西亚会不会改变？这是一定的，你都知道会，那为什么你不做这个事呢？不分在家出家，你就认真这样去做吧。啊，生病也好，没钱也好，儿子不要理你也好，随缘。因为我对待儿子很好，我并不会故意去虐待他，啊，只是我是平等的对待。只是他们要求你，哎呀，你不要吃素了嘛，你就陪我们去看电影嘛，啊，你会觉得说不是不好，你们去吧，我帮你们助念，让你们快乐一点，啊。但是呢，我要把握时间修行哦，啊，所以当然各位要有这种心态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念这个咒，念这个咒，各位要把握这个心态，念一下广大的菩提心，啊，平等的大悲心，无我的佛性，就是我刚刚讲了。这不是光念这个咒是如此，念佛诵经任何时间都要保持这样，那这个咒就会有力量。今天你用广大愿成阿弥陀佛的菩提心，平等对众生，愿他们脱离轮回往生净土，而且一心不乱的在念阿弥陀佛，你念阿弥陀佛，对方会往生净土100%。你念阿弥陀佛，多少个往生者在那边都见到阿弥陀佛，他要不要去他的事情，至少阿弥陀佛加持他，不会堕落三恶道。愿意往生的一定往生。所以我们这样默默的去殡仪馆念佛啊，去屠宰场念佛啊，这么多人走来走去为他念佛啊，啊，愿他们将来都体悟这个道理啊，解脱不用等未来，当下开悟，当下放下，当下念佛啊，念出自己的佛性来生活，念出众生的佛性，让大家都去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当你在念阿弥陀佛，你是不是阿弥陀佛？与阿弥陀佛一样。所以《佛说阿弥陀经》说，你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保证成佛。为什么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退无上菩提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为什么要来修行？那就是要每天保持这样的心态，因为会忘掉了啊。当你去工作啊，当你在这个世间跑来，又忘掉了，赶快提起正念，念佛，提起正念，拜佛。像各位开车，车上的白尊佛像、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都没关系。提起正念，南无大悲观音菩萨，你用观音菩萨的心态行为开车，不会去撞人的，也不会车祸的，你也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带到高速公路上去了，那不可能会有车祸的。因为观音菩萨一出现，阿弥陀佛一加持，车祸灾难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经典说，有500个人坐一艘船，等一下大海的魔王要把船弄翻了，船上只要有一个人念一下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那整艘船就平安了。这个有没有比皇帝还伟大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大乘佛教不是要各位放弃什么，提升它，提升它，把你的心变成阿弥陀佛的心，把你的行为一切都变成阿弥陀佛的行为，把你的家变成极乐世界。记住我这句话，把你的家变成极乐世界，因为你学佛了，全家快乐。你懂得忍辱他，你懂得爱他，你懂得改变他，你懂得感化他，因为你身上有阿弥陀佛的力量。阿弥陀佛叫十方三世第一佛，所有的佛都会融入在阿弥陀佛的功德里面。不是阿弥陀佛，只要你念药师佛是这个心态，你念本师释迦牟尼佛是这个心态，你念地藏王菩萨是这个心态，那只是个人方便，但是十方诸佛共同的力量都在你身上。只是他喜欢念度母，他喜欢先念那个，那一个阿弥陀佛在家里，整个家里气氛会不会改变？
各位你要开始注意哦，你现在开始修行了，一个要吵架的地方，一个昏昏乱乱的地方，因为你去了，气氛改变了，变得更好，代表你有修行。就像我坐在这边，天气热啊，然后我要改变这里面的气氛啊，不要让你们走掉啊，不要让你那边啊乱个的戏啊，啊，要让你内心欢喜啊，忘了你得癌症啊，啊，忘了你老公跑掉了，随缘呢、啊，啊，忘了你没钱了、啊，随缘呢、啊。现在做皇帝还要钱干嘛？我拿支香我就做皇帝了，我阿弥陀佛我就做皇帝了，随缘。这就是大乘佛教，不是放弃，是超越提升。当我痛苦的时候，我变成关心所有众生的痛苦，而不是排斥痛苦。啊，当我生病的时候，我变成关心所有众生的生病，而不排斥这个病。转生病为成佛呢，转烦恼为菩提呢，这就是大乘佛教，不叫我们去改变什么，利用你的生病，利用你的烦恼，利用你的快乐。当你吹到冷气的时候，很凉快，你要观想，愿所有世界都很凉快，这样就好了。当你喝到一杯水的时候，当大家都喝到甘露，就是这样。当你坐到一部好的车子的时候，那你要当愿大家都坐到好车。当你穿衣服的时候，当大家都穿到漂亮健康的衣服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所以大乘佛教叫我们用好的、吃好的，都看最好的，就像极乐世界一样。为什么？当愿众生都住在极乐世界啊，用最好的花，吃最好的。就像我们放生，我们放生是最对佛最大的供养，佛就是要众生离苦。所以呢当我们去救命的时候，希望所有众生都像这些鱼，不要被杀，健康离苦，把这个功德给对方。所以学佛是当下的改变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你现在就不起贪嗔痴了，现在就不要再烦恼了，现在叫讲话都是讲佛法的道理了，心态都是用佛的悲心啊，那你哪还有痛苦呢？这个放下屠刀，这个屠刀是砍杀自己的，让自己痛苦的，千万不要让自己痛苦了。啊，如果各位坐在这边还在想说，我的男人在哪里呢？我给你一条绳子啊，你吊起来。啊，你太痛苦了，你何必那么痛苦呢？啊，请问阿弥陀佛有没有比你的男人帅啊？啊，观音菩萨有没有比你的太太美啊？啊，因为众生皆有佛性啊，你这么糟糕，我帮你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骂我伤害我，但是在我心中你还是依然是阿弥陀佛，所以我没有被伤害。因为你只是暂时的被你的无名业障而变成一个盗贼，一个坏人，那是暂时的。对我来讲，你是永远的阿弥陀佛。请问阿弥陀佛是不是这样想？你造了五逆十恶，你这一辈子杀了多少人？阿弥陀佛说没问题，来到我极乐世界他就变阿弥陀佛。只要他相信，只要他愿意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永远不放弃我们。对阿弥陀佛而言，你准备下地狱了，无没有问题，你只要念阿弥陀佛你就 OK 了。因为阿弥陀佛太厉害了，他有这个圆满的佛性跟信心来转变你，他更有圆满的功德借你用。你现在没有功德没关系，阿弥陀佛说用我的功德，他的极乐世界可以装满无一漏的众生。请问极乐世界会不会客满？不可能，就少你一个啊，就不可能会客满的，不可能会用完极乐世界的资源的，不可能有谁有能力去破坏极乐世界的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对阿弥陀佛叫无量无量。所以阿弥陀佛，你是什么人，怎么坏，他都可以让你到他的净土来变成清净。你再大的业障，阿弥陀佛